街坊邻居们，你们心是真大呀，还在这儿看《欢乐小美丽》呢。哎呀，今天是双十一啊！你们家媳妇儿没在家疯狂抢购啊？没开启剁手模式啊？我赶紧回家管管去。我太聪明了，我跟王小倩商量好了，头12点把我们家电闸拉了。我让他没有网，我让他购不成。王小倩，王小倩，你搁哪儿呢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你干啥？你吓我一跳啊！啊，我不让你拉我们家电闸吗？你跑这儿来干啥来了？我拉完了。你是不是瞎？啊？那咋灯还开着呢？我拉完了。啊？你家不是第二个电闸吗？第二个是你家，第一个是我家。我拉的是俺家的啊！妈呀！我爷在家还看动画片呢，赶紧去。哎，老公，哎，刚才滋溜滋溜的是王小倩吧？是王小倩来找小美丽呢。哎呀妈呀，还找小美丽，要我说这孩子就傻，缺心眼儿，不会来事儿的玩意儿。今儿啥日子？双十一，还来找小美丽？我要是他，我早把小美丽的购物车给清空了。是。老公，哎，把银行卡给我，我绑定一下。行。要有钱的卡还是没钱的卡？别废话，当然是有钱的卡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停电？为什么停电？太好了，好什么好？停电了，咱回去睡觉了。睡什么觉？今儿什么日子睡觉？你怎么能睡着觉了呢？二姑姑，拉完了，拉完了。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拉完了？啊，那个王小倩刚才拉肚子，刚才到咱家来就是要一片药，我给她了，是不是止住了？好了，好了。王小倩啊，俺家停电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不，全市都停电。对。你当我傻吗？对面咋没停了？对面楼建厂，我不知道搁哪儿。啊？去，少说话。没事，我给物业打个电话。对，老公你快点打，你问问啊，要不来不及了。好嘞。怎么停电了呢？祈祷一下。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吧，赶紧来电吧。妈呀，来电了。哎呀我的妈，老天有眼。继续。哎呀，你虎啊，你这时候推什么电闸？我都没出屋。谁推的？我哪知道啊。我推的。我爸爸。爸，你咋来了呢？我是什么，在你家来的路上吗？完了我看你家电闸下边有个贼眉鼠眼的人在那溜来溜去，完了我估计这电闸他拉的，我也没管这事，完我就给推上了。啊，我说我们家今儿停电这么奇怪呢，谁呀这么讨厌？是谁这么缺德？谁这么缺德让我知道，我一脚踢死他，踢死他。我想一脚踢死你。你别在那装，刚才看那背影，那就是你，是不是你？不是不是？那个王小倩儿，拉你家电闸干什么玩意儿呢？不是我拉的，是二姑让我拉的。爸，听见了吗？是钱胜峰拉的。钱胜峰，哎，怎么回事？是这么回事，刚才啊，我们家灯泡坏了啊，我换灯泡怕电着，所以说让王小倩把那个电闸拉来。哦，换灯泡。爸，别听他说啊。我再提醒你们一遍，别再跟我玩什么拉电闸的事儿，一会儿要再停电我踢死你们。二明啊，我踢死你们的，你们里包括我吗？哪敢有您呢。谢谢啊。别客气爸爸。水果啊，给二明洗一下，然后给他吃啊，我得赶紧走了。不是爸，刚来咋走呢？我得去你黄小娟阿姨家一趟啊。哦，行，你忙的话就别回来了啊。捣乱吗？你不是二姑父，哎，拉电闸失败了，接下来咋办呢？有了，哎，这个抢购的时候，这个4G 是不是不如 WiFi？ 对呀。WiFi 的话，是不是得有猫？对呀。如果没有猫的话，是不是就没有网络了？二姑父，你的脑袋呀，比我聪明多了。王小倩，你就没脑子？拆，对对，拆拆。我就不信了，我今天就让他抢购不成，我给他拆了，藏起来，快！
快点，快点，好嘞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气死我了！这怎么网还上不去了呢？这怎么跟人家抢啊？不知道呢。那个，你过一点之后你再试试。哎呦，今天怎么这么倒霉呀？我。俺家猫呢？啊？呀，坏了！咱家猫被盗了。我手机的二 G 我怎么跟人家抢啊？是猫呢？被盗了。哎，你别跟我俩装，是不是你怕我上网买东西，你把猫都藏起来了？媳妇儿啊，我对天发誓，天打五雷轰。妈，倩儿，哎呀！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是不是你？二五峰，是不是我？是不是我呀？不是你，不是你。那是谁？那是谁？那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啊！哎呀，我告诉你俩，我现在没时间跟你俩在这掰扯了啊！你等我找着猫的，你看我咋收拾。